发展了这个观念。啊，那我们中国这个小小冰缝，对，就是木质的，对不对哈？对。这个小小冰缝好久都没有切了，嗯，都卡卡这边。好。哦，那个木质那个那边两边哈，都卡这边。好。啊，我们今天一整天就是肚子饿了，时间够。好。所以说，拜托辛苦一点，然后能把它变好，把它变好，变好它行。好。好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了。